我什么地方冷？嗯，哪里冷了？这样比较凉啊，弟弟怕热啊。对啊。你小时候有剃耶？你小时候你妈妈不是女生啊？他要开啊，开，开，爸爸要吃饭，你开来，开始滴滴滴，啊，爸爸要吃饭。爸爸吃饭。开，他说开。开啊。不能开，等一下大家还在吃饭。没有，他都会，他那时候住这的时候。你不要给他看到，他就不会要开了啊！看到他才会说，好不好？他看不到电视。他都会叫黄宇泉说：“哥哥开，开，开，关，开。”前晚看起来不一样哎。关呀。哦，我好热哦！对呀、啊，好热哦！我很热哎、欸，冷气开大一点，好热，我也觉得好热，坐好热哦。对啊，我来讲你这个。无啊，冷气开偌济，我哪知哦？我有在把它。啊，这不是很快的哎。大概二十四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二十四超凉。三，不要停电。因为电风扇没有转，它就比较没有循环，就很热，我也觉得很热。是不是、欸、我们好不容易留长的、欸、妹妹头就好，不要剃光头，他那个要再修一下了，刘海要修一下，对呀、啊，头发睡着了，对呀、啊，很舒服啊，他也是，你看、哦、很舒服啊，对呀、啊，剃光头嘛，大波面剃掉就好了，哎、欸，有钱人哦，地中海，地中海有钱人哦，这个已经，这个是我的，你还动起来吗？高义。